左剧场四剧男卡司罗宏正、李英宏、张耀仁、林子弘13日为新戏宣传合体，结果 Special 昔日两位成员距离遥远，现场甚至直接闹不和。我们要先有那种不合的嘛，让你们以后有办法用。有这样条线是不是？如果不合的话可以用。你们现在看起来已经没有很合了。真的吗？感情很好，我们之前才去那个，对不对？哦，我想不起来了，有没有？你说十年前啊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十年前。没有啦，没有不合了，对啊。现在还有在联络？你是说？传讯息啊？有啦，有啦，一定要说有啊！麦克风在这里。对啊。哦，真是。最近是传讯息是？上个月吧，我们真的是有约出来见面的，对，然后还在咖啡厅。发生了一点小故事，就希望子弘以后就是自己注意一下私下的言行。对啊，不好意思，我不会在咖啡厅公然大小便，不好意思。你刚不说你 EQ 很高啊？宣传这个角色就要在这个角色。好了，不要屁话。这个玩笑开大了，不过下秒四人被敲碗，原地出道的过程也是有点小尴尬。卓剧场男团，大家好，我是卓四。卓四 ，OK， 好，没有人 get 到，没关系。所以，身为团长呢，好好的跟大家宣导一下，就是，歌唱只是我们的兴趣，那演戏呢才是我的本业，所以请好好的欣赏我们的本业。哦。